刚刚把猪笼推到猪栏这边，妈妈今天要卖猪。刚装了一个上车，带笼子它就有300。还有亮啊，还有。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子，我出来买一个乌鸡回去炖汤，20块钱一斤，买了一个120。再打包钵鸡吹回家。今天的天气也很好哦，出太阳了，现在回家。出来随随便便买点，又去了几百块。又到了淋菜的时间了哦。妹妹在家做饭，然后三哥跟大哥两个人负责收稻谷，工作分明啊。现在是小何姐在帮我拍视频。今天老妈卖猪了，然后帮忙拿猪笼去，然后小妹计数。有泥巴在里面，扭回去，转一下，淋下菜，然后再把那个空地挖一下，到时候就可以种菜了。把管子给卡住了。哦，那个修缮不记得嘞。管子的时候有点麻烦，今天的水没有那么浑了。我这里没有扭好，喷水出来了。今天等一下，这扭的不够紧。怎么搅了一起？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啊，这个，啊。但是我想去领那个空土去，等一下我好挖那里的地。我先把这个土弄湿一点，等一下我就拿锄头挖吧，兄。然后等一下你就帮我淋菜啊，我就拿这里的土地。可以。这里也要挖一下，这里就比较阴冷，这里没有挖过。你准备种什么菜啊？我妈说再多种点蒜苗。诶？那个小蒜苗。刚好你现在种应该是过年可以吃了，就是啊，到过年拿来炒鸡啊，然后人家来家里面吃饭不是要给点蒜给他们拿回去吗？蒜苗是啊，我也不懂这啥意思。哎，我应该是这个意思，有来有往了。现在小何姐在帮忙淋菜咯，然后我要开始挖这边的空地。
还有一条另外温柔的呀。两条牛吗？牛啊，是呀、啊。营养不够啊，水分又不足啊。我的妈呀，出了好大力才挖的这么一点点，这锄头也不给力，我拿错锄头，应该拿另外一把锄头的，这泥土太硬了。小孩子也差不多领好菜了，慢慢的天黑了。现在回家还摘了一点点菜花回去。哎，今晚上怎么天黑的那么快？现在的是夜长日短，感觉今天啥也没做就有点疲惫，可能是起得太早了，在房间歇一会，刚吃完饭，等一下就洗漱。一天又过了，又到晚上了。那么今天小何就跟你们分享到这么多啊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啊。